今年多一个上单，我从单转到辅助，然后整个队上就打比较有内容。只有八分吧，因为在这六场比赛里面，很常中途的运营会出现问题，然后导致拖慢了比赛的节奏。像丢问场失误，导致整体运营没有打很好。我觉得我们需要加强的地方就是，我们前中期需要更加的稳定，稳定之后，中后期就可以让我来带着他们运营。那我们打到后期，没有一支队伍打得赢我们。毕竟今年是来拿冠军的，赢的励志也只是其中一步一小步而已。最想追到的大概就是东泰吧，因为东泰里面有一些人我都跟他们还不错，所以想把他们打败。苏德吧，那个里面有个叫叶仲耀的，整体都是以他为核心，就他比较强。我们目前在高中组是没有一支队伍会害怕的，基本上都是七三开都会赢。冠军是我们的，他们没办法跟我们抢。大魔球各位加油。